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徐佳莹和音乐导演比尔贾结婚两年，六日透过社群网站宣布自己平安顺产儿子。她晒出宝宝的小脚踝，脚踝上写着徐佳莹之男。她并写道，我刚刚生了一个孩子。喜讯引来各界纷纷送上祝福，老公也全程陪产守护，让徐佳莹非常心安，给了她最坚强的力量。徐佳莹生下儿子，图翻摄自脸书，拉了徐佳莹。徐佳莹七日开心，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看到儿子平安出生的第一眼，她感动落泪。生产是需要花费很大的体力，是很辛苦的，但这一切都在看到宝宝后抛诸脑后。他形容当下觉得很像电影慢动作，脑海里面还自动帮儿子搭起电影配乐。他从此在我和老公的生命中隆重登场，魅力四射。昨晚开始陆续收到许多亲朋好友的祝贺，也让夫妻俩感动万分。而老公比尔贾也在社群网站写道，好久不见，我最亲密的队友，看到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，一起谢谢妈妈让我们相聚，我们的任务继续开始。至于粉丝好奇徐佳莹何时复工，公司回应会以拉拉身体状况为最优先考量，让她好好休养，目前预计春天复工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